Hello，Hello，现在我们要去吉隆坡玩，玩什么我还不知道，我就跟着水流这样一直流，过他们玩什么我跟着玩嘛了。现在来到新肯的家。哎呀，宝贝！拍什么？一直拍。我觉得很像拍宝贝，拍宝贝。不要拍我。素颜的宝贝儿。宝贝化妆。这个是宝贝。这个是宝贝啊！有偶像包袱的宝贝。直接挤啊！新肯，为什么有这张照片呢？4年前参加校草，校花校草，过后你拿第几？有几个人比？八个人比吧。16个人比。OK 喽 ，OK 喽。老板，不要笑我。18年一班。每一次几百个人比，结果16个人比。哇！打呀！这个这里根本都不像住宿这样，很像 hotel 多一点。不是很美，不过这里的屋子我们只能租吧，买不起。我们租3天，够买1天要差不多2 million。过后这里超多人的。是第二天，要陪杨宝贝拍摄。杨宝贝要拍一些小小的作品。
那这些人全部一个两个在那边 live 一次过。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。哇，超方便的，他妈的！讲话小心点，还有34个人看住啊！这么你的人还躲了我，我才14个人。来，这么才11个人来看我，你们是不是给常勇抢去啊？快乐。有这么多人陪我庆祝我27岁，27吧，妹，39不是妹？我看一下那个蛋糕，是啊，是什么回事？是一个意思就可以了，不用很漂亮的啊。OK OK。今天是第三天，也是刚刚我的生日，哥很多人还在睡觉，包括这个。我们终于玩出来了，里面不能带 camera， 现在我们全部走着回家了，很开心可以在我生日的那一天跟这么多人出来一起玩。好，现在我们在拍杨宝贝的小作品，这个是丑男，这个是美女，丑男美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个镜头是我拿，我也会这样讲，这个是美女，这是丑女，这是帅哥，这是丑女，这是帅哥，因为我拿着镜头嘛，对吗？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。对，不过那个大众的逻辑不是这样子讲。在你的粉丝的那一边群里讲，上镜好帅呀、啊！上镜怎么可以那么帅？我弄个头发更乱一点，还你。好，谢谢你，宠啊！在这里祝福上镜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好像我的后期有关系。好的，谢谢你 ，Happy Birthday to me， bye。